森林王子张泰山教练20年后又重回魏群龙，您的感想？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泰山。19岁那一年就成为魏群龙的一份子，那等了这么多年，新的开始，泰山又再回到球场上，又再成为魏群龙的一份子。在这里真的很感谢魏董，让龙魂再现。大家都叫我森林王子，那是在中华职棒的一个闯出的一个名号，也叫我训练大王。那当然，我真的很想用球员的身份在球场上能创出300轰的创举，但是我现在真正的一个愿望，反而是想要说在这里去创造台湾棒坛更多创造纪录的球员。这也是我现在想要达成也想要自己的一个梦想。在中华职棒里面真的少了一个魏群龙，真的是少了一个激情的一个比赛。如果没有魏群龙的中华职棒，就感觉好像少了一个会飞的一个翅膀。如果能让中华职棒能更有精彩，更表现跟张力更强，那我相信魏群龙是一个不可缺乏的一个球队。那我也相信喜爱魏群龙的球员跟热爱中华职棒的球迷们，我们魏群回来了，中华职棒我们来了。那在这里，喜欢我们的魏群球迷能永远的到球场为我们加油，我们魏群龙一定是可以让你们期待的一个球队，请为我们加油。